因為我之前咧影咗啲對比相啦，哇，原來效果咧係好明顯，而且咧真係減到27% 添喎，所以今日即刻嚟再做啦。係利用翻專利嘅冷凍技術啦，直接 detect 翻我哋嘅脂肪層嘅位置，將我哋嘅脂肪細胞咧係凍至一個結晶嘅狀態，自然會凋亡排解出體外。一次嘅定位咧已經係好有效，永久減少我哋27% 脂肪細胞嘅數量噶喎。好勁啊！是啊，而且重要是完全不會反彈的。我覺得是肚腩的位置和你自己的後腰位置也都可以再做一次的。相信你做完今次的時候，你整個線條更加是出和更加 fit 的。太好了。我本身有做開暖宮的，那會不會凍親個子宮呢？咁你唔需要擔心嘅，係絕對唔會嘅。咁佢專利嘅冷凍技術咧，直接只係好精準咁樣 detect 翻去我哋脂肪層嘅位置，過程之中唔會影響咗我哋嘅血管、結締組織或者係我哋嘅子宮，所以你可以放心，絕對係安全同埋信心之選嚟嘅喎。全球咧進行療程嘅人數咧已經係超過咗700,000次嘅啦，乘客咧亦都係好多顧客咧都非常之滿意嘅喎。啊，咁我有啲朋友想試喎，有冇優惠㗎？梗有啦！呢、這個一次可以減脂27%嘅冷凍溶脂啦，而家咧係有個免費嘅體驗喎，不過名額咧就有限，先到先得㗎。免費一次性減脂27%，仲絕無反彈喎！咁筍，快啲嚟登記啦！